我不行了，啊不行，我腿都酸了。妈，没事，你坐。哎呀，我腿好酸，已经到了是吧？那还早嘞。哎呀，这什么路啊？妈妈真的比我还年轻。快了，快到了，来，我来背一节呗。不用不用，我的别沉着。不是我，来，我不累，我只是腿酸。你走你的，不用你不用拿了妈，我来拿，我来拿妈，你别拿了。我拿一节吧，求你了，你别拿了。拿一节怎么？我来拿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嗯，我来拿，爸妈给我吧。走了，到了到了。哇，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太美了。哇，感觉很震撼，有没有？心旷神怡的感觉。这要是不上来，真是一种遗憾。就是。因为媳妇就知道我喜欢爬山嘛。那一天呢，她说：“妈，我带你爬山，我们一起去看日落。”感受媳妇挺用心的，因为天这么热嘛，她还拿这么重的东西，帐篷啊、包啊都是她背着，上来时候又搭棚，汗流浃背的，说实在的，嗯，挺心疼的，嗯。给妈妈拍个照片，哎，这样可以可以。啊，对，可以。那种裹胸的感觉。我这做个饭，大家应该知道是我做的吧？我这厨艺。小江同学，你这边有吸油烟机吗？不知道哎。我那连吸油烟机都没有哎，我那都快着火了，不行了，我给你拿过来，你给我代加工一下吧。可以。西兰花炒鸡蛋能炒吗？我不太懂，先炒鸡蛋还是先炒西兰花？应该好像没有西兰花炒蛋这一说。我看看李胜干嘛呢？你看，看到他那，我再画圆一点过来。行，啊，现在就按我的思路到处画圆了。我准备每个屋借点，借点菜就够他俩吃了。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，饿不着老婆孩子。李胜，胜姐，哎，你做的是个啥呀你？蛋饺子，但是有点失败。你说你也做，他也做，就逼得我也得做。你现在要做吗？我都快着火了，往那边了。我现在把那个加工拿到姜潮再给你做吗？那我让姜潮给我带加工去。你帮浩哥做啥了？做鸡蛋，还有鱼。你有听过西兰花鸡蛋吗？西兰花炒鸡蛋，你听过没有？没有，我也没听过。都蛋白是你说的？西兰花炒虾仁，你听说过吗？是啊，有。虾仁蛋白质，鸡蛋也蛋白质，两个在一起可以炒啊。好有道理。去我家做吧，那走吧，走啊，关着吧，走。哎呀，有大厨在就是好。来，快点，大厨。来，我先给我的鸡焖着就行了。这是我做的一个叫鸡包，深圳的做法。正好剩你这熟，你帮着打打下手。你呢？我回去拿东西。你厨房都烧了就不管了。我拿东西去，我就拿点吃的来。别吵，西兰花嘛。可会甩锅了，浩哥。我说我可以同时帮你做鱼啊，感觉怕时间来不及。也可以。对啊，你说我做嘛，对吧？现在可以把蒜也放进去。然后呢？倒油。火开了没有？开了。倒油。够吗 ？OK， 够了。然后把鱼放进去炒。哎、不，油要开了才行。鱼先开。不用紧张，没事。他现在快放，一起放，全放，不然它的熟度不一样了。对。哎呀呀呀 ！Oh my god！
哦，我妈呀，你不能小声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不要翻，就轻轻的，不然鱼会碎。你就轻轻的，让它每个都挨着油。你终于来了。得烫一烫吗？不是说呀。对，你用水焯吧。拿什么水焯？这个开了啊，到了啊。浩哥，啊，桌子，这个不哦，浩哥，啊，我让你煮，没让你泡，这没法煮，这泡不开。浩哥，那这样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泡面一样的泡西兰花。蒜，多切点蒜。我来切，我来切，哥，谢谢。辛苦了，江大福。辛苦啥呀？大风啊！天哪，影帝在给我们扇风！哇哦，大风，摆动风。哎呦，你这哦，你这个需要老抽才好吃，不然不上色。浩哥，帮个忙呗，我橱柜上面有那个生抽和酱油。不，生抽和酱油不是一个东西吗？他要生抽、老抽。生抽和老抽都要拿来。嗯，就它上面你看，所有有是酱油像酱油的东西拿过来就行。Okay、生抽和老抽是两种。对对对。所有的酱油都拿来了，就在这儿呢。还有这个，再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就和这一样的，就没了。肯定都一样的。哦，这是酱油，别太咸了，清淡点，以淡为主，千万别咸啊，别咸啊，千万别咸。不会咸的。哟，知道静姐不能吃咸的，是不是？都不能吃，尽量，而且少吃点咸，对身体有健康好一些，别钠别太重。倒计时五分钟哦。还有十五分钟。五分钟。快点的大厨，就快把西兰花炒完得了。好，起锅。啊！哎呦！快，香肠。收到了啊。收到吧。这手长得好。这样三个菜了。对对对。差一个我一个你一个。对。OK 了。OK 完美。收工。好。太美了。完美。那你要留哪个那个扇儿，我就拿别的。你要不要拿这个？这个好看些呢、行，那我拿这个。放过去以后，咱们集合，在这集合呀、啊。在这集合吧。好的。哎，我的饭好吃吗？想要再来一份吗？你真的想多了，门都没有。这不是炒血的吧？哇哦！这香菜就是炒炒回来做，这个香菜你也放洋葱。这个爱心卖小龙虾卖。哦，他给我们拿了一个鸡肉桶，鸡肉疲劳。贴心老公来过。啊，我还看看，不会藏起来了吧？看看厨房。老公啊。没。这不会在二楼吧？老公。没有。不会躲柜子里面吧？那怎么可能躲柜子里面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躲柜子里面？估计又走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要不然先。现在我跟他发个视频。那个，我给浩打个电话。哎，宝贝。这是你做的吧？我做啥？这个。这啥？别装了，这是你做的吧？啊？就你，是不是啊？你吃饭了吗？打岔。还有写的，我的饭好吃吗？想要再来一份吗？门都没有。你看看。门都没有，这个人就是走人了，门都没有，走前面一个人画了一个人，就说明他走了。妈妈，你这个自作聪明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我那个字儿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了，我想你们。我想你们的要真的，我想你们的，我想你们。对了，还怪有文化的嘞，好想你，今天我都要累趴了。应该说你想着我就不那么累了。没有，我想着你更累。
因为你在的话，你全部帮我做了，我啥都不用做。好吧。看到你的饭菜，还有看到你的摆盘，更想你了。好想你在我身边。老公，我去找你吧，这能打车吗？